二十六年嚟，列治文都一直支持自由党，所有嘅省议会议席都系属于自由党嘅。但系呢个对我哋社区并冇带嚟好处，我哋好多要争取嘅嘢都得唔到照顾。今年嘅选举有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就是由原来三个嘅议席多增加咗一个。我希望大家俾我一个机会，将呢新嘅议席攞咗落嚟，以至到我一个平台可以为大家争取权益，为大家继续嘅发声。所以我希望大家喺5月9号投票支持我，我一定会更好嘅为大家服务。请大家喺5月9号支持我，让我能够进入省议会，我一定会为大家发声。欧元你好啊，咁咧就好多谢你再翻嚟我哋呢个直播间，咁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咁咧就今次嘅访问咧有少少特别，因为咧就唔系话系我哋嘅想嘅，系我哋呢个题目咧系好多我自己认识嘅朋友，同埋有啲观众去听咗之后咧，有好多问题咧想问欧议员你嘅。咁咧就所以咧呢个有佢系多佢特别嘅专访。咁第一个问题咧就想问欧议员你，咁即系点解会想参加呢个省选咧？其实呢个问题咧就系喺过去六年里边，我系一个市议员。咁喺個工作裏面咧，我發覺咧就係好多議題咧已經到咗個樽頸，即係唔能夠再往前嚟到推進。原因就係好多嘅事情咧，包括醫療、教育同埋社會福利咧，都係屬於省政府嘅範圍。咁我必須要咧將呢啲議題咧帶到省政府咧，先至能夠再往前發展，先至能夠咧為我哋嘅列治文居民咧爭取到應該有嘅福利。歐元，你頭先咁講係咪？即係話你做咗市議員咁多年，你有個感覺到係好多好多嘅好多嘅議題都係喺省政府嘅層面，咁咧你有少少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呢個就係你為點解要參選省政府，希望喺省政府嘅層面為民發聲，係咪咁樣咧？係嘅，因為省所做嘅嘢咧係好廣泛嘅，而且可以講係關乎到居民生活嘅每一部分，咁所以如果我哋只係單靠市政府嘅話咧，我哋好多嘢做唔到。所以市政府同埋省政府之間咧，其實係一個分工，而呢個分工咧亦都令到咧我哋必須要將一啲議題咧帶到去省議會嗰度，先至能夠改善到我哋居民嘅生活嘅。歐議員，咁你從政咗咁多年咧，你可唔可以用幾句説話嚟總結下你從政嘅一啲嘅政績咧？我是由1999年到2011年做教育委员。在做教育委员的时候，我是做了好几个事情的。第一就是增加对移民学生的服务，包括了的安顿服务。第二亦都争取了学校提供更多的 ESL 的学习机会，让新移民学生可以更快的来到掌握英语，去到完成他们的学业。第三就是在学校里面推动了一些跟亚洲有关的课程，讓我哋嘅學生可以更加了解亞洲，以至到將來佢能夠方便翻到去亞洲度發展嘅。第四咧就係喺一啲家長比較關心嘅課程，例如性教育課程裏邊咧，我係極力主張咧，讓家長有一個選擇權，佢哋有權決定咧，讓唔讓佢哋嘅子女咧去參加某一啲嘅性教育課程嘅。咁喺市議員工作方面咧，喺我由2011年。做市議員到而家，咁喺呢個幾年裏邊咧，我第一個就係著重減税，尤其是地税，所以我每年咧都係投票反對咧個地税嘅增加。第二咧就係治安，因為我哋好多家庭、好多嘅商户咧，其實都係有爆竊嘅問題，咁所以我其實極力咧係要求皇家騎警咧正視呢啲問題，同埋咧去改善我哋嘅治安。而另一個咧非常重要嘅就係，在列治文咧，你而家揾唔到一間非法嘅大賣商店，就係因為我係極力嘅主張，我哋要取締呢啲咁嘅非法大賣商店，唔能夠讓佢喺我哋社區裏面存在，嚟到保護我哋嘅細路仔，讓佢哋咧更加安全。你覺得我以下咧有幾個問題咧，都係一啲選民好關心嘅。咁喺列治文呢個社區裏邊，你覺得有咩問題係好急需要去解決嘅咧？在列治文来讲，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医院。我们从2005年已经知道这个医院是地震时候不安全的。而且这个医院已经有50年了，
所以根本追不上人口的需求。我们市会曾经三次用正式的动议要求省政府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其实省政府的态度都是拖拖拉拉的，没认认真真地去落实这个事情。另一个议题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在今年我们的教育局呢有1000万的短缺，而在2014年省政府曾经同意拨款给我们去重建一个地震不安全的学校，但到今年4年之后，一分一毫呢都未曾落实的。而目前我们有24个学校是属于地震时间最高危的学校，这些议题都是我们急需要处理的。咁你頭先講過啦，就係話係地税嘅問題啦。咁跟住我想問一下咧，就大家都知道最近咧啲樓價咧就好高，好多人咧都負擔唔起噶啦，已經去到個程度。咁咧就要搬離列治文。咁如果係你當選之後，你覺得應該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房價呢個問題咧都有好多方面嘅，譬如對一啲從中國一線城市嚟嘅朋友北上廣深，佢哋喺嗰度咧賣咗一個房咧，嚟到呢度咧隨隨便便可以買一個新嘅屋。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都睇到咧喺社區裏邊咧係有啲人咧係有住房嘅問題，因為譬如佢哋可能係一啲弱勢群體啦，好似老人啦、低收入人士啦，又或者係單親啦，佢哋根本負擔唔起而家嗰個嘅房租或者地價。咁所以政府咧，尤其是省政府同埋市政府咧，應該有啲合作。能夠釋放更多的土地出來興建一些廉租或者廉價的房屋給這些人居住。我們需要照顧不同階層的人士，以至我們可以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你對新橋取代 George Massey 隧道這個問題上有什麼看法呢？大橋的問題呢的確很多人關注的，我們要從幾個角度來到考慮。第一，我們有一個交通的問題，但是現在這條大橋呢是不能夠解決那個問題的，它只是將塞車的地方呢由現在南邊帶到去北邊，因為這條擴闊了的大橋呢去到屋橋的時候呢仍然是只有兩條線，所以塞車呢仍然會繼續存在的。第二呢，就是這條橋到底是否最好的方案呢，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要求省政府提供資料給我們，但是一路以來呢省政府都是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令到我們去到明白究竟有多少個方案我們可以選擇。第三呢，就是在22个大溫地區的市長當中，有21个呢都反對這個計劃的，那這個就說明這個計劃呢是有問題存在了，否則的話不會有這麼多的市長都反對。還有呢，就是有經費的問題，省政府說這個費用呢是35億，但是按目前那個種種跡象來看呢，可能最少去到50億，甚至呢將來這個窿究竟有多大，未來的負債有多少呢，我們是不知道的。地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現在已經做了一些鑽探的工程，當我們鑽探到1000英尺的時候呢，仍然是水和泥，找不到一塊呢石頭是可以將橋墩來到支撐的。當然從技術層面可能解決得到，但是到底對財政負擔和環境的破壞來說呢有多大的影響呢，這個是很大很大的問號。即是說歐議員你是反對起這個橋？我認為現在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去到支持這個大橋的設計。首先好多謝大家對我過往工作的認可， 我從心裡衷心的感謝。我一直以來的宗旨呢都是希望能夠服務大眾，將我們社區裡面關心的議題帶到去省議會。關於為什麼不做獨立候選人的問題呢，我都考慮過。問題就是在現在這個政治體制裡面，一個是執政黨，一個是反對黨，一個獨立的議員呢在裏面呢是很難有一個發揮的空間，兩個黨其實都會擠壓你。所以作為一個獨立議員呢，你可能想提出一個主張或者一個議案，你連一個和議的人都找不到，
你連這個議案放上去議程裡面的機會都沒有，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平台來將我的主張或者建議帶到省議會那裡。其實在考慮的過程當中，兩個黨都接觸過我，一個最主要的分別就是當我跟自由黨講我所關心的事，譬如醫院、學校、社會服務這些事的時候，他們認為沒有問題的， Richmond 已經很好了。所以我們看到過往16年裏面，自由黨政府對我們列治文是很忽略的，但是當我跟新民主黨談的時候，他們對這些議題是非常關心，因為他們是一個比較貼近普羅大眾的政黨，所以他非常支持我將這些議題帶到去省議會那裡。所以如果我代表新民主黨來到參選的時候，無論新民主黨將來是執政黨或者是反對黨，我都可以有一個平台將這些議題帶到省議會那裡，繼續為民發聲，爭取我們列治文居民應該有的權利。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下點解我哋要支持你？你點解覺得你係最佳嘅人選呢？首先，我喺社區裏邊有好長嘅服務經驗啦，咁亦都有成績，大家要睇到。咁從語言嗰個角度睇，我亦都有一個優勢咧，我可以講英文、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咁喺溝通上高咧係更加直接。但係今次呢個選舉裏邊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我希望大家嚟到考慮嘅。過往列治文係被認為自由黨的票倉，咁多年嚟我哋都一面倒的嚟到支持自由黨，所有的席位都送咗俾自由黨的議員。但係從現實嚟講，呢個並冇為我哋社區帶嚟好處，我哋嘅社區並冇因此而得益。喺今次嘅選舉裏邊，列治文係多咗一個議席，由原來嘅三個變成四個。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機會，是可以讓一個不同的聲音帶到去省議會那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得到這個議席，以致到我能夠將大家的聲音、大家的訴求帶到去省議會那裡。我們有一個不同的聲音，反而是對我們的社區有更大的好處，能夠對我們市民的需求有一個更大的機會得到重視。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這次選舉裡面能夠給我一個機會支持我，我承諾當大家支持我的時候，我一定會更努力的為大家服務。